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CCTV 音乐厅，我是夏小汤。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雨禾。大家好，我是赵云鹏。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中国爱乐团带来的新年音乐会啊。云鹏老师啊，您在中国爱乐团也工作了十几年了。我们中国爱乐团呢，应该说每一次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策划新年音乐会都是很有亮点的。是的，这些年当中您印象深刻的是哪几场？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场是和这个海拉尔儿童合唱团从内蒙来了一帮小朋友，都是蒙古族的小朋友，同声合唱，非常非常美，然后是由改编的合唱和乐队一起的，由他们的蒙古的一些民歌改编的，好听非常好听。我对那场印象也很深，非常感动人。没错，那一场我记得很多同事一起演的时候，大家都热泪盈眶。对，其实雨禾老师啊，像我们爱乐团的艺术总监于龙先生，还有我们的团长李楠团长，他们每年对于新年音乐会的策划呀，都独具匠心，别出心裁，还有一场是跟舞蹈的，和芭蕾舞，我们请的中央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是的，直接在音乐厅的舞台上，当时演了《红色娘子军》对一些段落，还有《花之圆舞曲》，哎，舞蹈演员就在这个音乐厅的舞台上，在交响乐团的前面。其实中国爱乐团呢，每年呢，就是说他会在这个包罗万象的这些曲目的风格当中，还有不同形式的这个演出的效果去找寻当期的这一年的一些，没错，包括一提到中国爱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啊，我们的各种的跨界的组合，然后中外的名曲，跟合唱团的合作，跟芭蕾舞的合作，曲目琳琅满目，曲目是确实是琳琅满目不光是中国爱乐乐团其实我们祖国各个城市的交响乐团，他们的新年音乐会现在都有自己的特点，非常丰富。小季今家很有发言权，这个时候你都特别忙对，我们像从年底这段时间几乎都是在外面各种的演出新年音乐会，不同的城市之间是像这几年都是在不同地方过的年然后上演的曲目也都很经典，比如小提琴有《梁祝》也向观众朋友们传达一种我们的文化的音乐之美。没错而且一提到新年音乐会我发现各个城市它的乐团在策划这些曲目、策划节目的时候，它要突出它这个城市的特点比如说像西安的新年音乐会，它就会突出它西安作为一个多个朝代的古都，深厚的文化底蕴，它要突出它的这个配乐，它要突出这个西安这个城市的这个文化名片像我们新疆地区乌鲁木齐的新年音乐会的话呢，它要选用这个当地少数民族的这些音乐作为节目小提琴新疆之春，没错。像我还参与过厦门地区的新年音乐会它就对海的主题、鼓浪屿的主题，包括海峡两岸的这种情谊的交流上的曲目，各地的都会有所安排所以说现在各地的新年音乐会来说的话，都在打造自己的品牌。是一提到新年音乐会这个两位在国外留学经历都是比较丰富的，他们是很早就有了，是的。但是我们北京地区的新年音乐会不得不提到我们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于龙先生，他是在当年留学德国回到北京以后，在1992年开始上演，就是北京的新年音乐会应该说那个时候是在就是我们中国地区开始有新年音乐会这个概念当中的首次的一个演出，非常的伟大在1992年的时候，到现在各个城市每年都会有新年音乐会了所以也是演奏家们最繁忙的时候。是的。那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由中国爱乐团带来的2024年的新年音乐会。
ich weiß es selber nicht, warum man gleich von Liebe spricht. Wenn man nur mal dann lässt, in meine Augen schaut und meine Hände küsst. Ich weiß es selber nicht, warum man von den Zauber spricht.
声声吹，群鸟草上飞。
liviamo, liviamo nell'etica di che la bellezza infiora e la fuggevo, fuggevo ora s'inebria voluta. Liviam nello cifremiti che suscita l'amore, poiché quello che al cuore onnipotente va. Liviamo amore, amore fra i codici più cari panci avrà.真的是太精彩了，我看在于龙总监的带领下，和各位演奏家们都有一个非常精彩、默契、完美的配合，而且节目亮点也很多。对，曲目的编排还是真的别出心裁的，而且很有创新。对啊，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是的，是的。各位朋友，其实呢，我们音乐家再繁忙，我们也是幸福着呢，非常开心。当然呢，作为音乐家的我们来说，能够用我们最好的音乐表现、对审美的诠释、对音乐的理解，为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传达祝福，是的，是的，其实是我们音乐家能够为之奋斗一生的这样的一种动力的源泉，没错，也是目标。对，就这种观众对于我们的认可，是的，观众对于我们的喜爱，给我们的掌声，能够让我们坚持一生。为这个事业而奋斗终身，努力奋斗，非常荣幸。那在每年的这个新年开始之际呢，都是希望用我们最好的音乐给你们送上最好的祝福，祝大家在2024年里能够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